真铜牌无望，黄怀萱泪崩痛哭。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女将黄怀萱首战不敌中国名将吴金玉，原本希望可以打铜牌战，但因为吴金玉在八强出局，所以黄怀萱也确定遭到淘汰。得知消息之后，19岁的黄怀萱难过痛哭，队友教练则是尽力安抚她的心情。我自己国际赛经验很够，然后动作也没有全面，反应太慢。一路跟着黄怀萱的永达教练也给了一个拥抱安慰，并强调黄怀萱未来还很有希望。他一路上一直帮助我，然后陪着我，然后没办法，我没办法。而未来也将出战的一姐庄佳佳，同样也用拥抱鼓励战友继续加油。体育中心看了都心软了，报道。